闻一下有被拍到可能恋情转地下恋，那就不会有问题。没有，就是好朋友，真的就是好朋友。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. 恭喜你被整了。主播平常会开车带团员们出去玩。大概有想到这个问题。就直接回答，就不用迂回。然后不要迂回，直接来。就直接上。啊，你要问的是？就是还是回应一下，就被拍到可能恋情转地下恋，那就不会有问题。没有，就是好朋友，真的就是好朋友。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. 恭喜你被整了。我要帮大家分一下，讲一下就是生日的期许，因为你也有拍三个 MV 嘛。啊，对。新的，比如说想挑战演戏啊，还是什么，可以讲。那我的话，第一个当然是希望就是我们的团众可以收视长虹。那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欧总可以往更多不同面向，不管是综艺啊。创作、表演各方面，演戏也好，然后就是希望我们欧总可以变得更全方位，在未来这一年、一两年、三年。